天邀请到的这一组呢，来自日本，是毒魔系偶像团体，让我们欢迎梦见思春琪。欢迎欢迎欢迎，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是思春琪。夢見思春琪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小林玲です。はい、夢見るアドレセンスのリーダー荻野かりんです。はい、ユーミンこと志田ゆみです。はい、京香です。没错，今天来到我爱偶像的，就是由人气读者模特儿组成的日本偶像女团梦见思春琪。2012年组成的他们，不仅发行了多张音乐作品，更透过公演活动，让粉丝们现场感受到他们的唱跳魅力。在日本拥有大批粉丝的梦见思春琪，这次受邀来台与歌迷见面，小姐也特地搬出美味甜点，要好好招待他们。不过，享用美食前，就要先让女孩们挑战一下亲手 DIY 啦。究竟梦见思春琪的手艺如何呢？一起来看看吧。对于今天的访问呢，一开始做甜点，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こういう風に作るのが初めてなので、すごい楽しみです。所以在日本的时候有吃过豆花吗？ないです。ないです。哦，所以说今天是第一次喽。さっき杏仁豆腐食べました。喜欢吗？杏仁豆腐。最高でした。最高。OK， 但是呢，刚刚他们吃的是师傅做的，接下来呢要自己实际操作，究竟好不好吃呢？自己要负责任。OK， 但在操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来教我们一下。OK， 先欢迎 Gigi。大家好，你好，你好，好，你好。所以 Gigi， 今天要麻烦你教我们所有人如何去制作豆花，从零开始。OK， 对，那我们在制作之前呢，有没有什么前面的一些材料啊，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帮大家介绍一下哈，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原木桶豆花。哦，对，当然大家看到的就是桶子，就是招牌。我们这个粉呢，就一平匙来放下去。一平匙。OK， 好，然后再来这个。也是我们的特制的粉，也是来一匙可以多一点。OK， 好。然后呢，特制的，对，也是加进去，直接这个量杯就加进去，然后就是摇一摇，摇一摇。OK， 会把它和均匀。OK， 对对对，然后豆浆来了。豆浆的特色呢，就是我们师傅自己现磨。然后你们如果来的话，我们就现点，然后就现冲。先帮大家示范一下哦，来，怎么样冲出好吃的豆花？哇，其实这个，所以这高度的部分，其实你们都有算过。是啊，它其实就是这样冲下去，可以把粉和开。第一次看吗？他讲对的，すごい。待会要自己实际操作哦。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马哥，这个 OK OK OK，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嘛。所以待会豆浆部分你会再教帮我们倒，对不对？他们会自己倒，两个一组。好的，没有问题。那这个对，就是你的，你也要做。所以我要做，你要做啊！我想说，我今天就是看美女们，然后来实际操作豆花，就觉得这个画面很赏心悦目，觉得我自己要做。对，你要做。好吧，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戴上手套，开始来制作我们今天的豆花啦。所以是第一匙是这个嘛，对不对？一平匙，一平匙，然后再来是另外一种，也是一平匙吗？还是可以多一点？对，这样子。再来这个也是豆浆吗？这个是豆浆，这个不是豆浆。哦，所以它加的量要大概多少？就是可以以把它和开为主。哦，所以我整个倒完也可以。不行啊，不行啊，好。只要这样子 ，OK， 这样子就好。啊，真的不能摇一摇，给看一下，然后摇一摇，把它和均匀，和均匀。耶 ，OK 了之后，然后就要倒豆浆了。これがさ、これ大変そうだ。熱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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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い。所以高度的部分还是没关系，好，毕竟等下是我自己要吃的嘛，对不对？哦。全部倒完吗？倒完了，倒完，这是一桶的量。可是那这样子是一人份吗？四到五人份。那我们这样做餐吗？我一个人吃得完吗？哦，对对对 ，OK， 好，盖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把盖子盖上，然后不要动它了，非常的简单 ，OK。
但是接下来呢，他们要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来操作了，已经分好组了吗 ？OK。好的，那就直接从这边分开来，是不是？好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Go！ 哎，これこんなもんなんだよね。これ太多了。一、二、三、じゃあこっちも。こっちも。できるぐらい。OK。一杯。こやつを五杯くらい。おい。いいよ、いっぱい入れて。不会太多吗？哦，几块子哦？可不得的。こんなもんじゃない？ではする。ではする。虽然说刚才讲解的时候，可能中文的部分他们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可以理会到，但其实在看操作的时候，他们都非常了解那个整个过程该怎么去进行，非常的聪明。ミルクだね。こっからがポイント。OK。好的。こっから熱そう。これじゃん。これ最後最重要的。熱くない？这一关。もっと共同作業、初めての共同作業しよう。あ、やばい、怖い。おお。吹き込まれてく。熱い。全部いきそうなの。OK。好。这时候要把它盖起来。蓋を。決めます。OK。Yeah。OK。OK。結構勢いよくいった。ほら。蓋をパカッ。Yeah。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其实，在等待它凝固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时间。其实我们在吃豆花，不只是吃豆花，还有它的那些甜品的部分，对不对？它就是糖水，然后杏仁芝麻。桂圆，然后珍珠、核桃、花生、百合、红豆沙、紫米露，然后还有莲子，还有姜汁。OK， 第一次背哈，是比较紧张啊。你看到芝麻、核桃、杏仁，都是我们师傅纯手工做的哟。OK， 好，你这里面所有12种里面有没有第一次你们看到很好奇的？哦，莲子的部分第一次看到吗？桂圆。これもわかんない。これ何これ？莲子。莲子。何？莲花的一个穿竹子吧。なるほど。これはココナッツ。猜猜看这是什么？你们猜猜看。提示是花。何それ当たって？花だって花花だって。提示是你唯一会讲的日文。对。これだ。这个是ユリ。对，我们其实，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先偷偷吃看看，好吧？我们拿汤匙吃看看，有没有想说要先尝试哪一个口感看看的？このままいっていいのかな？いただきます。え？なんか、どうなんですかね？フルーツみたい。脆脆的。これ食べたことない。可以，其他人也可以试看看。これ食べてみてよ、これ。欢迎Yumi酱， Yumi酱选一个看看。Yumi酱は？我食べるの？食べちゃおうかなじゃ。可是它其实吃起来应该味道甜甜的。我最近的味道是很像。看你的。啊，什么？あんまりわかんない。最喜欢看这种桥段了，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觉。味しない。安妮，わかってるでしょ。好，那最后一样的换雷奖。啊，哪一首かな？选一个。どれがいいと思う？これ。それなんだろうこれ。选了一个好像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これ一口思いっきりバン食べないと。甘酒。これなんだったっけ？花生。いただきます。
应该是很熟悉吧。大丈夫。甘い。あのピーナッツ。甘い。いや。ピーナッツ。OK， 好的，在他们四位试过我们的甜品之后呢，我们的豆花呢其实也 OK 了，好不好？首先来看一下 Gigi 的，好不好？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如果他自己开餐厅的话，那客人应该会客诉，老板太小气。是啊，那你的你要你的一个字，或者是，哇，你们見た目綺麗じゃん。在他们四位试过我们的甜品之后呢，我们的豆花呢其实也 OK 了，好不好？首先来看一下 Gigi 的，好不好？大家看一下。所以它这样已经算是经典了。把上面的那一层刮掉。哦。哎，哇，すごい！上面那个是不要的。哎，它できてんじゃん。上のこういう部分で取るんだ。角？あ、どんどんと？但其实那上面也是可以吃的吧？すごい！比较不好。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好。对，这样子就完成。好，让我们镜头看一下。这就是完成的豆花。耶！楽しみ。耶，这样算 OK 吗？可以啦。你有点勉强。所以要把上面的捞掉。嗯。哦，有成功，只是可能比较水一点点。都会会会，它会吗？因为它焖的时间要再长一点。大概5到6分钟嘛，对不对？好的。那就从 Lady 酱这一组开始喽。OK， Ready。看一下我们成功。快点。嗯，走。レイレッツゴー、いきます。これにしました、レイの決まった。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ベリーグーだって、やった。これ何、アクを取ってるってこと？そうだね、きっとね、泡みたいな。うーん、難しい、これ。いや、うまい、うまい、やってるよ、うまいよ。無駄なとこ削ってないよ。右利きじゃないから、ちょっと食い方が変だよ。食い方がぎこちないけど。所以就算把上面表面捞掉之后，它其实还是会继续凝固。是 ，OK。食べたい、これ。OK。好，盖起来。じゃあ、じゃあ、いきますよ。はい。せーの、パチャン。いい感じじゃん。OK。いきますね。これを。おお。さすがや。料理できるんだ。お腹空いてきたな。でもこれデザートだったよ。デザートで食べることなかなかないよ。豆腐。OK。できた。其实每一个人做起来都算是蛮成功的，那接下来就要进行试吃的部分，究竟好看好不好吃呢？梦见思春期完成了豆花初体验，每一组都做得很完美哦。已经吃过配料的成员们也各自添加喜欢的食材，但到底好不好吃呢？这可就不一定喽。これ何だろう？これ。哦，杏仁，他加了杏仁。那金加呢？京香ちゃん。京香ちゃん。私は。これと紅豆、杏仁、哦，杏仁还蛮受欢迎的。ユミ酱、ごま、ごま、芝麻。那レイ酱、タピオカと糖水跟珍珠。哦，这个其实算最基本的一个吃法，对不对？如果是珍珠加糖水的话。OK， 好，那现在既然都加好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进行试吃啦。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美味しい，美味しい，美味しい。这个真的很好吃。桂圆为什么会不喜欢呢？我就很喜欢桂圆。嗯，出来的だから、なおうまい。あったかい。之前可能是吃别人帮你们做好，自己做的感觉怎么样？然后再立刻现场立刻吃。すごい。初めて食べたデザートだけど、作り方が簡単だった。ね、簡単だった。だってちょっと話してる間にすぐできちゃったから、家でもできたら出たいな。赤ちゃんでもできました。吃完豆花之后呢，你以为只有一样吗 ？No No No， 要收满女生的胃呢，绝对不止一样甜点，要做第二样。第二样叫做班戟，我也是第一次听。班
那我现在来示范喽。我们要把它包中间嘛，所以说我要挤奶油。可不可以？你快点把它挤在中间，有没有？来，大概几个五条，你挤给我。OK， 好，五条。对，你挤两层。哦，要两层哦。对啊，因为我们包起来要有够厚厚度的感觉。对。太长了。太长了，太长是不是？我怎么觉得？不注意，你就太长。我的太长了。我要两层是不是？好，你两层。好。那你来包香蕉，我来包火锅。好。包暖呢？banana， 我真的是不是熟练一看就知道了 ？OK， 好，来，接下来你把它放两片在上面。你说这个上面吗？你这个再加长一点。再加长一点。长一点。好 ，OK。那我包火龙果。哎呀，所以是把它放上去是不是？对，你放两个。哦，所以水果部分其实基本上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搭配，这样子。哦，还要再挤。再挤。它这样皮才会粘住啊。哦。要多少钱？嗯，卖。就是，好贵。可是假的哦。那你该得不干呢？你看我真的是手很不巧的一个人。做起来真的差很多，你应征失败，对，应征失败了，整个失败。好，然后接下来呢？来，我们把它的皮收进来，看什么？啊，粘住啊，粘住。对，这边啊破了。对，对，然后来这边，两侧先把它扶起来。好，好，好，然后我这边把它收起来。哦，是的，把它收起来，卷起来是不是？对，直接这样子翻过去就。哇，皮蛋！哇，哎呀，好了，直接这样看也就 OK 了，这样看也就 OK， 对不对？还要整理，要整理是不是？整理一下，来。好。さすがですごいな。超上手。上手。できるかな ？OK。哇，他做的好漂亮哦！耶，すごい！我如果做的很丑的话，我就被开除了。就被开除了是吧 ？OK， 来看一下，这是我做的，这是他做的。对，整形前整形后。OK， 好。但是我们做呢，只是一个示范啦，有个对比。接下来又有他们四位来做啦，我相信很多观众一定很期待他们在制作班戟的过程。頑張ります。嗨，頑張り。頑張る。やります。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你不能怪我。네진짜네엄청했죠그래그래아니동그래동그래 OK OK 진짜아까말했잖아可以啊뭐지지보류를頑張って보라거의진짜똑같이죠그거예요벗어제가그래요네혼자他的好像有点细哈哎呦！那点米单没得哦。那哇，如果他自己开餐厅的话，那客人应该会客诉，老板太小气。是吧？那你这要米单一个怎么办？或者是得？哇，但米单没起来呀。よいしょ。嗯，いけてる。なめてる場合じゃない君は。よいしょ。難しいこれ。可愛い。OK。好，我现在可以换卡琳酱开始挤它的那个奶油。只要顺手就好了。你看你哦，やっぱでも性格出るねこれね。すごくない？難しくない？还蛮有天赋的。差不多。綺麗だね。よく綺麗できるね。女子だわ。女子。OK， 那我们由美酱。他可以依照自己喜爱的一个造型去做设计。喂，那你还真的？其实他这样蛮方便的，菊菊你可以学起来，因为直接不用两层，他直接是两层的高度了。可以啦，可以帮我跟他说他超聪明的吗？但是哎，又快，然后又有厚度，好聪明哦。OK， Q 卡。好的，那挤好的人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把自己的水果夹上去啦。我哦，还蛮可爱的。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把它包起来的动作啦。因为你们这不知道。OK，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包起来喽。左側から包起来。对。上。全部给掉了。然后再从右边包上去，小心不要破掉哦。Yes， 然后从下面把它卷上去，先盖起来。好，滚上去。Yumi 讲做的还蛮漂亮的。できた。O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クレープあるね。これあるあるある。こういうのね。これ。クレープ。ああ。既然我们已经做好四份班级了，那自己做的就由自己来试吃啦。拜拜拜拜。好。哦。谢谢。嗯。哦。超漂亮的。嗯。耶。好吃。好吃。好吃。嗯，好吃。嗯。嗯。生クリーム好吃。嗯。嗯。残念。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甜点真的是俘获少女们最快速的一个方式啦。那在他们享用自己制作的班级呢，在最后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fans 们说说话呢？台湾の皆様、こうやってテレビの前で夢あると登場するのは台湾の皆様の前だと初めて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今日ね駅から来た時もたくさんの方が出迎えてくれて嬉しかったので。これからも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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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これからも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